15分钟。主席、吴院长、各部会首长，大家好。主席，我请吴院长。吴院长，请备询。也请一下那个交通部毛部长。超伟，你好。院长好，部长好。我今天咨询的这个第一个主题啊，是普天同庆，共沐神恩，马祖石塑妈祖世界第一，就是这个图形。那我在上面，我只有给院长是特别的，就是有三个同样的，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这是第三张。哦，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是庄严肃穆。那我特别为了这个也写了一边，这是普天同庆，共沐神恩，祭妈祖神像开光大典，那我也附在这个资料上。其实传说中马祖是因为妈祖而得名，那如果妈祖的出生地是那个贤良港的话，是莆田贤良港的话，他的灵声是飘到马祖，所以在大陆的梅州或者莆田，他去推广妈祖这个信仰，跟在马祖推广妈祖信仰，应该两个是相得益彰的，一个出生嘛，一个是灵声飘到马祖了。所以我们也做妈祖文化节，以妈祖的出生的时间为妈祖文化节，我们马祖也办妈祖升天祭，这个希望说透过全世界有5000多个妈祖公庙，2亿多妈祖的这个信徒，大家能够从信仰中然后增加观光的这个产值，这个是我们马祖一直努力的这样方向。那现所以我特别帮在这个开光大典中，这个是妈祖神像的这个塑造，那是我们努力了20多年，从倡议到现在努力了20多年，那到地方各界开始规划着手的也有10多年的时间，但真正的能够完成的是我们刘内阁上台后，我们毛部长就任后，就是我们在扩大内需给我们这个经费的这支持。所以说讲也许讲了10年讲20年，但是真正的是我们负责任的政府给我们马祖支持，所以我要在这边表示感谢。而且我在开光大典这边这个的感想中，我也表达了我马祖地区对于政府协助我们推动妈祖巨神像支持的这个感谢。但是开关过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只有这个神像实际上无法是达到我们发展观光的效果，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举几个建议事项，希望吴院长希望毛部长继续的支持给我们帮忙。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建立妈祖宗教文化园区，彰显妈祖，发展妈祖观光。也许我妈祖这个讲得很绕口啊，但是如我刚才所陈述的，我们既然是以妈祖为命名的地方，因为在妈祖命名的地方，像马公也是啊，像澳门也是啊，这些都可以连结。是既然我们是以妈祖命名的，我们希望说在妈祖神像这个区块中能够成立一个宗教文化园区。我们文建会也成立了文化创意园区啊，我们马祖也成立了国家风景区啊，所以说不论这个园区是文化的是观光的，我认为对马祖未来发展都是有重大的帮助。我希望吴院长
毛部长能不能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支持？谢谢曹委。妈祖已经是台湾地区啊，信徒最多，大家最崇信的这个神明之一哈、啊。那妈祖刚好有这样一尊妈祖的巨神像哈、啊，能够落成，我们在那里也有一个妈祖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机构嘛哈、啊。如果旅游观光里头啊，有深度的旅游，包括会有博物馆的旅游路线，有宗教的旅游的路线哈、哦。我觉得如果能为这个马祖地区有很好的妈祖文化，还有艺术的这个传说也好，设施也好，它成为一个宗教文化园区是有可能的啊、哦。我们有必要的时候，我们风景区管理处一定会全力来配合。是，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既然吴院长有这样子这个意识。就是说政策上可以考虑，我接下来就是希望说能够配合着我们今1998年4月9号行政院核定的观光拔尖领航方案，创造马祖妈祖的品牌。我们拔尖方案是希望能够有魅力旗舰国际观点，4年就要投资187亿元。我们新选的5月份选出的这5个景点，每年就可以有3亿的补助经费。我们离岛也是这个5个景点之外的另外一个岛屿特色岛屿，但是我不晓得我们钱在哪里啊？能不能以这个妈祖宗教文化园区作为我们岛屿的特色？它符合我们妈祖的命名啊，符合我们妈祖乡亲的期待啊。我想你4年187亿，你给我3亿，给我6亿，我可能在马祖各个景点都能做。最少说你观光这个宗教园区这个部分，你既然说我们可以成为特色岛屿，马祖宗教园区就是马祖的特色产业、特色园区，可以不可以？谢谢曹委员。任何一个景点或者一个园区，它的深度跟广度哈、啊，一定是要够，它才有发展的潜力啊。所以有丰富的内涵、深度跟广度都够的景点，它充实起来、发扬起来才有发光发热嘛。所以如果马祖地区觉得你们要成立一个马祖宗教文化园区，深度广度都够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帮忙啊。所以是不是先做一些可行性的规划评估啊？必要的时候交通部观光局也一定会全力来协助的。好，谢谢。我认为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我第三个建议的，就是说希望成立一个跨部会小组，由交通部、国防部、财政部、经建会、文建会、福建省政府、连江县政府，就中央到地方，甚至行政院跟立法院，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帮这一个区块规划好，提供土地，提供必要的设施。我相信刚才我们所提说世界第一的十座妈祖的神像，这个宗教园区一定可以发光发亮，如我们交通部毛部长说国际观点，这个一定可以达到啊。特色的岛屿有国际的观点，就应该算是妈祖，应该是最明显的。不晓得请院长毛部长，请毛部长说明一下。好，谢谢。这个曹委员上次事实上带我到那个马祖港啊，那个有一块那个石碑吧啊，那个是马祖的一个纪念品的 啊，那个等于说它的一个古迹啦，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了啊。我当兵的时候在马祖了，所以我想对曹委员这个案子哈、啊，这个我会要观光局我们全力来帮忙这个马祖县政府这边，我们来把这个相关的规划先把它做出来，好不好？好，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其实交通部或者观光局及所属的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最近这一段也帮我们提供了这刺激我们观光消费的一个补贴方案，就是那个蚊帐下马漫游马祖，那对马祖的观光产业开始释放，到明年5月30号。所以我们也呼吁所有的台湾地区的乡亲朋友有机会到马祖卡六。第二个主题，我是希望说建立两岸金马电信的平台，从连接连江两个连江县开始，
我们大陆原来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现在是在讲金门下陆，对，有2500多个县制，撤退的时候到台盆金马，留下两岸同时的有的，就是大陆福建省人民政府的连江县人民政府，那我们这边就留了我们中华民国福建省的连江县政府，同样两岸有连江。那最近我们看看，我们推动了几个电信发展的这个规划。第一个，我在87年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马祖能够有第二条海底光缆，也顺利的完成了。那金门也完成了第二条海底光缆。其实以马祖或者金门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两条光缆固然是为了当地服务当地的民众，但是真正的是有前瞻性的，希望能连接到大陆。看看我另外一个图形，我们已经有在马祖、基隆跟新竹这个地方，我们分别有两条的海缆已经连接到马祖，在金门也同样的有两条海缆，我们有两个回路。现在我们看到新的讯息，这个图形好，新的讯息就是两岸电信的整合逐渐有了契机。看看，说两岸电信三雄配合对合作逐步明朗化，远传争取中国移动入股，率先取得与大陆电信龙头合作的优势。另外，中华电信与中国电信宣布合建金厦这个国际海缆。台湾大说，若与中国联通达成合建的话，他就从福州到建到淡水。其实我们在大陆跟台湾的海缆最早的是完成的是1887年10月份，就是马光那个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福建的船政学堂就完成了从福州的川石岛迁到淡水的海缆。所以说最早的海缆是在北方啊，是我们在基隆这个。现在我们都已经接到马祖了，只要马祖接到对面的川石岛也好，黄岐半岛也好，都是最近的距离。我们看看说金门和海缆建造5亿台币，哎，1亿人民币。其实如果从我们北竿迁到黄岐的话，可能只要一半的经费，只要一半的经费。所以我希望说交通部应该规划的是马祖两个连江县的这个海缆，在经济上讲是最节约的，而且最有效的，甚至回收最快的。所以我听说中华电信已经报交通部，希望能核准这个金厦的这个海缆。我希望能够如果南北都有的话，马祖也要一并规划。另外就是说，中华电信报金厦这个不晓得交通部的立场如何，核准了没有，报行政院核定了没有。好，曹委员，我想这个目前两岸之间的海缆啊，直通这个海缆，目前可以讲整体的政策是还没有开放的 啊，所以像这一部分啊，大概是要通盘考量之下，再会做出这方面的决策，技术上都不是问题。好，技术上都不是问题。整体的政策，我也准备了一个，我们台湾有8条海缆，其中有直通到大陆的，已经有6条海缆，我不必花时间，这个资料就留到我们用书面资料来呈现好了。就有淡水到崇明啊，淡水那个黄山到汕头啊，我们在国际线或者国际投资的，包含国际线中包含我们台湾投资的，就已经有六条海缆了。我们从马祖接到对岸的连江，或者金门接到厦门，有什么不可以啊？安全上没有顾虑啊，而且又是最赚钱的行业，不必跟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分享，这么好的生意难道真的要推出去啊，或者推迟吗，或者甚至不准吗？希望部长及早的审核，院长及早的核定，对两岸人民有利。我们不是常讲吗，我们两岸中国人联合起来赚全世界的钱，现在我们两岸的中国人都被这些国际海缆赚走了，这个讲怎么讲都讲不通嘛。
所以说我是希望政策应该尽快的明朗，而且尽快的核定，对我们台湾的经济，特别是支援福建省的台商节约通信汇率，应该是最明显的指标。希望部长院长能这谢谢能做个说明吗？这个假如交通部哈收到接受到申请以后，我想陆委会啊，我们会由陆委会就相关部会哈，有关两岸的各项的政策的推动哈，会做一个审慎的评估。在我想啊，两岸的关系和平发展既然是大的方向啊，如何只要在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原则下哈，能够开展的，我们都会朝积极正面去开展。哎，非常谢谢你。我是希望说，今夏两马或者两个连江线能够同时开通，同时接壤，这个是对我们台湾是最有利的。